我哋一千一百万，一千。啊！一哥，你点搵翻嚟噶？唉，牺牲色相啊！讲咩啊？我都未讲完。我系话，就算我哋牺牲色相啊，都搵到咁多钱啦。梗系食佬啦！我哋谂计抽咗高大富，收埋咗个茶庄古币。個煲幣本來值5000萬嘅，但因為拆裝，我買架壓價，得翻2100。哇！你哋兩個做咩嚟啊？着衫做㗎？係全裸。哇！你兩個做咩？好啦，身材點啊？呢2100萬，7個人分，每人揸住300萬。 我唔理你用乜嘢方法，7日之內再碌大10倍，變咗3000萬。到時可能有2億同霍俊升到，我有方法可以讓到盧某你甩褲。幫師傅報仇。做乜叉燒啊你哋？唔係咬啊嘛！司徒橙咁睇得起我哋，你哋驚碌唔掂啊？咁冇料到，點賣廣告啊？聽日就等我帶頭示範，點樣碌3000萬翻嚟啦？買魔術啊！ Bingo， 開正我嗰份。啲錢呢？正晚有個魔術慈善大匯演，嚟睇我表演啦。啊，不過我都想你哋幫手。阿當，你想玩魔術邊識㗎？哦，我知，你想玩電鋸美人，佢係美人，我搬把電鋸翻嚟。你同我搬碌棍翻嚟。神棍。喂。 大隻香，準備入閘。喂，走！老二，嗱嗱聲啊，行啊！人嚟喎，阿叔出場。喂，其實使乜要扳支棍啫？佢一錘都受唔起。 司徒生，唔系靠魔术揾食嘅，都高我几班。佢俾我知道咩叫天外有天，多得佢教我，我先有今次咁样嘅技术。我呢度有一个火柴，睇住啦。嗯？热嘅咩？嗯？ 你睇下，喂，做咩啊？冇嘢啊，做咩啊？变魔术咯。阿 Sir 条女啲嘢都咁贪，你几大胆噶你啊？喂 ，Sir， 误会嚟啫，我变紧魔术啫。误会，翻差馆先误会啊！吓，唔系你讲。咦喂，喂，做咩啊？ 唔該曬，多謝你啊！花心阿Sir醒你嘅，哇！你咁驚嘅，你又玩魔術啊？你可唔可以教我啊？啊，唔知俾唔俾翻條鎖匙就好咧，嗬？跟住落嚟，我要表演一個千變萬化魔術，1000變1萬，你哋每個人都有份參與。
在你們的凳底下面有一個白色的信封，只要你們放任何的物品下去，我都可以幫你變多十倍。怎樣？大家是不是很想試一下呢？有哪位現場觀眾想試一試？咦，神秘，喂，這裡啊，這裡啊。欸，這位穿銀色衣服的美女，請你上來。你放什麼下去都可以？ Of course。 錢都可以？ Sure。 大家看清楚，1000元紙，麻煩你幫我放在信封裡。不要眨眼。這位靚女，打開個信封嚟睇下。哇！真係有10張啊！呢10000元就屬於你嘅啦。好噶，多謝你啊！好啦，點啊？大家係咪好想玩呢？今次嘅 magic 只限一次，絕不加演。請大家盡情釋放你哋嘅貪念。不過咁，名額只限100位，請你哋盡快將你哋所想變嘅物品放入你哋嘅信封入邊。記住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得咁少就冇理啦。睇下先。喂，係啊，仲有咩牌啊？嗱，有呢個啊，手握啊，係啊，呢個啊，十倍喎。珍珠頸鏈啊！我哋叫你加多啲錢啦！哎呀，你除多啲啦！哇！啲人有冇咁蠢啊？哇！呢只李怡得。哇！堅啊！咩都有嘅喎，真係老友計喎。老二，你係有料到嘅。你真係當我賣廣告啊！最重要係捉到人嘅貪婪心理。有時呃人咧，真係冇乜難度嘅。係啊，呃人仲係樂趣添。你覺得我講緊你咩？乜我講緊你咩？唉，最大嘅樂趣咧，就可以幫司徒橙攞翻個公道 ，right？ 喂，你兩個搞咩啊？一齊作病嘅？一舞傾城有得睇啦，仲有好多精彩嘅片段等緊你，記得 subscribe 埋 TVB USA 嘅官方頻道，就唔怕錯過任何最新 upload 嘅片段啦。